这个大烧烤烤糊了呀，丢啦！小孩能不能实现一个反三，就看这一臂他的表现如何了。库克里还是继续压制八神，这一波被八神却反。打完之后怎么压这个起身得下轻腿木压轻拳啊，这一套 ES 连段打完之后，表哥的库克里血量就剩下不到一百血，完了，凹了个刷刷，凹了个寂寞，我修。一挑三没出现啊，回到这场对决当中，小孩对话是曹天津对战大表哥的阿珍。阿珍现在好难受啊，对方小曹压制力太强了，这个时候就看心态能不能调整过来，顶住压力啊，凹刷刷又凹了个寂寞，完了屁股向后被对方头后面跌顶点抽杀，这个大烧烤烤糊了呀，丢了。